看这些瓶中信之前，我们派了一位小记者，你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任务，对不对，新伟？我是本班的小记者，这次负责很重要的工作，就是秘密的采访妈妈们。啊！好，我们现在就请新伟来放影片给大家看，来，看各位的妈妈有什么话对你们说哦。死了没？